在我们校长大力的支持之下，特别在2014年正式的成立。那么同时也在老师跟同学齐心努力，现在呢，在整个南投县，还有目前邀约庞大，也是成为非常受到欢迎的团队之一。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表演。Thank you.
所带来精彩的演出，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那么接下来。